各位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哋已经同大家分享呢个五个嘅呢个建筑物嘅图，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下咧，将来如果我哋去建嗰个建筑物咧系如何？呢个系一个嘅建议，未曾能够可以做一个确定嘅决定，然后咧又用一定嘅时间。不过我哋想分享嘅咧就系一个意象。就是不是单单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礼堂，不过呢一个建筑物我们可以用着来祝福和侍奉到呢这个各年龄层的一个社群。神用着一个梦来给着我们一个弟兄，而启示到有一块地，当我们去到市政局来查这块地，真的有这块地，而甚至这块地呢是曾经马来西亚圣经学院或者是马圣买下来三四十年前，然后他们没用到就卖了给一个公司叫做 TA Properties。当作 Julius Subi 牧师在我们中间去年分享的时候呢，他未曾知道这块地，不过他的心中讲到他可以见证到呢神要我们能够可以扩大，神的时间已经来临了。TA Properties 的这个主人家呢，就是起初就是拒绝到不想买这块地，后来就是因为神感动他的心，他知道硬是这块地呢是要给教会来能够可以来建立你们做一个的建筑物的。我们已经分享到我们的筹款委员呢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我们有700位弟兄姊妹，而每一位能够现捐8600元，我们就能够可以筹到600万，你能够清到这笔数来买这块地。这样如果8600元，如果我们用了12个月的来分期付款，这样来现捐呢，一个月是只有给720元。这样多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收集了头一摆的这个的年捐，这样上个礼拜的数目是如何呢？上个礼拜217位已经呈上去的卡片，而这个总数的数目呢是115,2968 ringgit。 是啦，多谢主啦。这样呢，我们相信其他的弟兄姊妹咧，明年捐嘅咧，今日你都可以写落嗰个卡片。神嘅话语喺哥林多后书9:6讲到：各人要随盘心所决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今日如果我哋有能力能够可以捐超过8600元，赞美主。如果你不能够可以达到那个数目，如果你可以比少的都不介意，因为神就好像怎样来赞这个的寡妇，而当着这个寡妇能够可以单单比着两个小钱都能够可以捉到耶稣的心，同样的神都知道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比得乐意，同埋俾得最好，而求神能够赐福俾大家。